这个送给你，这什么呀？这多少钱呀？你给我买这个干嘛？我可不想陪着一个穿着童装的人去参加舞会啊！我的衣服多着呢，用不着你买。你拿着，听话。你现在长大了，得能分清楚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不该节省的时候就别瞎节省，听见没有？去试试。 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喜欢怎么是这副表情啊？你送的这条裙子我很喜欢，谢谢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